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们今天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6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六轮的一盘主将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这个武汉三明队的主将外援李东勋七段和民生银行北京队的主将十月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今天来给大家介绍是十月和李东勋的对局。嗯，啊，对，这两位棋手呢，在此前的五轮围甲当中都发挥非常出色。像这个十月呢，他一直在主将位是取得了4胜1负，而李东勋呢，之前上阵3场，3战全胜。这个说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李东勋不像李世石啊，什么朴定桓呢，那么就是那么有名。对，他七段，但是他再有主将能三连胜，那也很厉害。他不是主将的三连胜，哦，就不之是主前将，上场3场，对，有一盘是主将，所以这场呢，他还是作为武汉三明队的主将出场了，看来是状态比较好的情对，况下，就是，他目前呢是在韩国的等级分排名第10。也算不错，对，他也算在不韩错。国国内也取得了一些头衔战的冠军，像加德士啊，还有是，KBS，对，但是目前还没有夺得过世界冠军。那好，我们来看棋局吧。好啊，这个李东勋之黑，嗯啊，我们看走星位啊，十月是个力战棋，他力量型的，对。这个韩国力量型的居多，看看他们怎么拼力呢？挂角，挂角，哎，普普通通，但这两个都是小目啊，然后二尖高架，哎，这都太大众化的啊。下面看李东勋是采用什么呢？他直接就在这儿挂了一个，直接挂了一个，这个就是普招呢，什么跳二什么那种居多，那就不太说了。现在呢，他既然走在那里，白棋可能是会要。这个翘起头，哎，翘起头，实战是飞了。对对对，这个是最多最常见的，一般第一杆是往这儿走。就是说，像这样的下法，比如说，小飞挂，二尖高加，人家挂住，一般都是在这个角上应比较多，这个居多，对对对，这样下。也有这个狠一点不，也有不，也有飞那面的，哎。白棋是否也可以考虑，比如说那个，哎，对对对，哎，对对，大飞也有这样的，但是那个。飞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这个都是属于，叫平稳的下法，就不要定式化，像过去那个日本的那个本格派居多，力战派少，那么现在我们看啊，他是没有走那个，白棋飞起来，飞了这个，那么黑棋吃二，拆这个好点，平稳。对，刚才你既然不抢那个，那就黑棋抢那个。黑棋走了一个，然后白棋又飞了一下。对，在这儿。对，黑棋再守个角。是吧？应该说都非常普通的。那你说白棋，你说你黑棋贴目，实际上也有负担，因为白棋也没有什么坏，都是稳扎稳打，稳扎稳打挺好。白棋就拆了一个，这个是一个眼见的大场吧？对，眼见大场。这如果不走的话，抢别的跟一会儿黑棋就这个没有什么，白棋没有什么不好的。十月之白嘛，是他先稳扎稳打，走个普招是最好的了。是的。那么黑棋是守一个角，小飞小守个角，守角在这儿。对你如果走中间，他挂一个也是个好点。现在你走在那儿呢，白棋的点他不太好选了。白棋拆二了，白棋对拆二了，是吧？也没有在正面，可以，挺好。黑棋下面，如果走中间，那走那面了，是吧？他是走的这个吧？他中间拆了一个，拆了一个。对，刘老师，我就想这个地方黑棋，拆中间这个跟这个大飞谁大一点的？肯定是拆这个中间的。拆这个更大，拆中间的啊。拆中间呢，就是说有几种，有的狠一点，直接就拆到底，拆到头。对对对对，也最近下法也很多，直接就避在这个地方。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先大飞一下啊？那么白棋会拆一个，有就肯定要拆，要么拆，要么拆二，都有可能啊。我估计是。这现在要喜欢下的下那个居多，就逼过去。他拆这个也不错吧？可以拆星位，拆星位好也挺好的。
他是拆的一个，黑棋拆一 个, 拆一个、那么白棋就顺势把这个小尖尖住了，现在下成这样。现在，但我总觉得这个布局进行到现在，当然这个布局还早哈、嗯。对，但是好像黑棋的先着效率啊，那你就这个时候走得狠一点的话，就直接就往这儿中间走一个。哦，再拆一个是吧？再走这个、哦，中间拆一下，这是比较狠的。你干脆有大场先占，那面就置之不理、你看你怎么走了。这样下没毛病。这个也是可以，你这也是以后一个好点。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非常常见，也是有效的吧。嗯嗯，拆一个。那接下来反正就慢慢下呗，这也是一盘棋，对，也不着急。这比如说白棋往这儿飞一个之类的啊，是这样。嗯，下面实战黑棋没有这么下。嗯，黑棋是先点了一下三三，点一个挺好，这个、点一个先试试应手啊，嗯、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嗯，先看看你怎么走。你要是最这么吃我，那我从这边逼过来。比如说这样，对，这样逼过来，你这个里面有飞，哦，马上就要飞出来。哎、对，先试试应手、嗯，一般是挡住这个，按照实战那样走法。嗯。以后呢，他挡住之后，他以后黑棋留有什么一般的什么拖一拖啊，这种，等等啊，这后话。嗯。以后还有一些别的各种利用。嗯、这个拖一个呢，如果说。比如说现在拖一个，他搬这个的话就可以，那就便宜了，那合适。对，哎，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如果说直接拖的话，是不是白棋会考虑搬外面呢？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搬这个现在不行，现在退他退，对对对，那外面两个字上了。哎，对对对对，现在不好，嗯，现在它外面太薄了，嗯，这个时机先等等，这个外面薄，所以呢，他先走了这个之后，先跳起来。把这个跳了，对，他可能觉得以后后了之后再拖，下一步拖、嗯、那就是一个好的时机啊！哎，以后这面都走后了，对，那再拖起来，那个就比较好了。那估计白棋多半只能应里面了，嗯啊，那应外面的话，这个角就变成黑棋了、下面，所以他没有去走这个，直接跳了一个，嗯，哎，然后白棋坚定了，白棋坚定，嗯。哎，这是普通。反正你已经跳起来了，那我就坚定一下。既然跳了，我就可以坚了。就把这个走掉算了。对，他走在这儿，跳起来。嗯，这样交换呢？那这个棋就是说他是不是变得很大了？哎，对，这个变很大了。嗯，这个如果要再是不走的话，白棋是不是再加一个？哎呀，对对。就这样。对, 对。这样的话，这哎变得大一些。这个大角好像太大了，是的，看起来。但是这面我总觉得也是一个大棋哦，这也想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黑棋拆一个，对对，这个位置也很好哦，嗯，也是一个挺大的棋，嗯，很想走这个，嗯、他没有走啊，这个李东新没有往这儿走，他是走的那个靠，他还是看着这个角觉得太大了，他在这个，这是也是一个常见的招，嗯，哎，就是说先放个什么东西啊，在这个地方、啊、给你制造点东西，嗯，哎，你搬了它虎一个，哎，一般都是这样，对，然后黑棋它是虎起来，嗯，哎，也没有断，哎，他如果说这个局部他想要断腾挪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断一个？可以断，是有这样的棋，嗯，哦，这个棋也是比较常见的，对，那、断了是不是也？挺好处理的呀，就觉得就是黑棋挺好处理啊、哦，是不是好活？对呀、啊，这个断一个是普招啊。白棋如果长呢，就把这个吃了，吃掉是吧？对对对，打吃就粘上。对对对对，这如果长下去，它还能加过呢。加不过吧，它厉害。哦，这加不过，是不加不过？对，就是说它能够活是个先手、如果是这样，哎，它就爬完点这个爬了、对，对对对对，点一个粘上，它脱先。可以脱先哦，这个可以脱先，这可以搬一个、对对对对，加是加不过的，对对对，这先是活个角，哎，你立的话，它可以一路搬，嗯，这个棋就是说，这是最常见的嘛，是吧？最常见的，哎，那要是我先下黑的，我就再走一个，我赶快，我就是要抢这头。先手把这个黑脚给先掏了，然后再抢占大场是比较好的一种策略，是吗？我是想这样，步调快一点。那么他没那么下，他就虎了一个。对，他是希望什么？你退一个，我再脱先或者怎么样？
他希望白棋拖。哎，对对对对，我再拖先。哦，以后留个打劫那再说。但是呢，这个棋虎啊，过去也是我们对这个形状的认识也是这样。你虎的时候，一般的情况都要扇上去。嗯，一般，哎，多数会扇的。就白棋一般都是打上去。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您的虎还不如二路断一个，就显得灵活一点。嗯，哎，这个就是有可能中。嗯，现在呢，你不可能是去粘，是不可能。你做劫的话，开局无劫，开局啊无劫，并不好。如果做劫，那白棋先把你抓了。哎，对，他就是说你去找劫就比较累了。这好像黑棋不太好。即使你抓完，人家顶着你敢开劫吗？有时候也不见得能行，所以这个棋呢，一般扇的时候，多数是就成为那个实战那样的转换了。嗯，实战这就走向另外一个轨道了，就是转换。打下来，对，确实，嗯，转换，提雕，对，再打吃，对，粘上，那就是一个大转换，都别的都来不及，现在他还断了一个，那你要打之前先刺也来不及，人家把你抓了。可能是那样，嗯，是吧，他冲的那也又是一个变化，但是可能那样的变化实地白棋好。嗯，现在好，黑棋现在因为征子这儿有个子，征子有利的时候还可以搬，对，所谓这个没有子啊，如果不那个子没有可以搬在这儿，这个变化有点那个什么了，现在不行了。嗯，现在只能拐吃，只能这样吃一个，嗯，因为你搬的被他断进去了。嗯，行，然后再拆一个，拆一个，这么一个转换，转了一圈啊。您觉得怎么样？嗯，我觉得怎么样啊？白棋应该也可以，因为这个形啊不完善。一会儿可以点一个，点这儿，点这儿都 有。对对 对， 对啊，这两个都可以。对对对，有不完善，都是成立的，不完善。嗯，有被黑白棋后续手段便宜的。这种可能，嗯，有好多种，他点啊、尖啊等等啊，嗯，他现在白棋就脱先了啊，对，他下了一个二五清分在那儿，在这个地方，对，嗯嗯，您刚才想拆的这个地方来不及了，对，如果这儿有个白子，我这一并那就最好，哎，有个，现在你如果走这个被他来这个了，他可以拆得远点，哎，对，被他占了。这个我原来说想占这个位置被他占了，嗯，所以这个棋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清分的时候啊，你没有先占这个招位置之后，嗯，他这个走是个好时机了，那怎么办呢？他是走的这个啊，嗯，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清角的手段，对，如果你往外走他就进角，啊，好像往外走的话，黑棋即使要个外势，对于大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别的地方白棋挺结实的，没有什么特别虚弱的东西。这样，这样，啊，这样，这样，啊，那么黑棋再这样，或者是这是不是隔得太远了？有点，震一个之类的啊，嗯，啊，这也是就是说走的。虚着来啊，嗯嗯，哎，你觉得这样不喜欢这样？这个就是说黑棋要张外势，然后呢，嗯，就白棋的实控是比较扎实，现在看到一个角，嗯，两个角，三个角，黑棋就一个无忧角，是吧，这个地方成多少很难说，对，就看那个地方了。那么这个棋那就他来一个，这是李东旭呢，他是把这个给守了，他靠住，但是这个棋啊它是要长的啊，嗯，挖了就给吃掉了，哎，那这么拆一个，嗯，这个点我一直说这个点是好点，现在被白棋拆着了，我觉得这个白棋还算打散了，嗯，还算可以，是吧，对，而且这棋局一旦打散了之后，这个围甲是中国规则嘛，贴三又四分之三子，这贴目负担挺重的，就觉得那得跟着走，这当然是个好点了，啊，是的，然后白棋飞，嗯，这个下法如果照这么下，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你说守一个被他这么走的话，空有可能天目危险，
天目无险。嗯，现在最狠的可能，比如说你往这一带或者打入或者进攻吗？这一类的吧，哈。对，这么走，但是呢，总的格局啊，就是说占不了大的便宜。哦，可能就慢慢一定型，就变成细棋，就往那个方向发展。嗯，这个他也没有往这儿走。黑棋下的是跳一个，着急了。对。哦，他跳的这个，对，他没有往这儿走啊。他如果说直接进去的话，白棋在这一带可能不会跟他过多纠缠。我觉得白棋只要把自己处理好就行了。白棋是，对，是这样啊，不需要太怎么要他发一些什么精妙的手法。黑棋为什么跳这个？他是后面呢？他是他你这个肯定要补了，白棋是吧？补了一个，他关键是后面的下法，他走了一个狠的，他想要在这边动手，对，点了这个，他是想什么呢？他是想你这样。我那儿交换招之后，我要来这个靠断呢。对，嗯，还是这个打算。嗯，他觉得我这样来是最狠的，他是预谋于这样，这个棋，所以做一个交换，再走成这样。嗯，但是这个场合，我觉得是不是行？我觉得啊。而且你这个要是我可能会点呢，就是找个实惠的进去是吧。但是你这样的话走啊，问题是白棋他没有给你这么下，白棋他有很多对策，他的对策多。你看他实战走成这样，他一点的时候啊，他首先不挡了，他是贴了一个，对，贴在这儿。嗯，贴在这儿呢，黑棋再来这个当然要来了，既然点了就要走这个。嗯，白棋居然不应战，这冲完力当然直接应战。嗯，他没有走，他是直接转到那头了。对，这个十月在这个作战的地方他很厉害，是他很厉害，他本来就擅长这个，他擅长这个，他走这个，他给你设计的是什么呢？他说一般你是搬，搬了我就连搬。这个之前黑棋压过一下，黑棋压过啊，这下我把它摆上去。对对对对对对，是在什么时候压的？他在跳之前压了啊，在这个之前，我把它退回去。对对对，大家把次序摆好了。对，黑棋压过压一个虎一个，然后再跳。对，然后呢再走这个，再来走这个，是吧？就是这个，然后白棋尖的。可能十月觉得这里我都已经虎到这儿了，其实这两个亏的，你这个如果走刚才没走啊，还有个点，对，是吧？现在压完了，反而白棋更踏实走这个了，小尖一个。哎，你如果搬，我连搬。对，假如说这样，假如这对，我连搬，对你的吃，对接上，你大概要吃我这个吧？只能吃这个，对，打吃提掉。关键是我这能争掉，本来没这个子，嗯，这两个没交换，一跑出来了，嗯，这个子能争不掉，那就不行。现在目前就有这个子啊，就夸都给闷到家里了。你这一跑闷到家里了，嗯，你要是走这面的话，这一搬几乎是死了。如果那黑棋都要补，你要被白棋搬，你这路很窄了。所以黑棋等于要去走那个，然后白棋再腾出手，再回头再跟你做。把那儿都走了一圈，再走这个，那你黑棋就没法给人家站了。你这是唯一的要站，人家这块已经铁活了，这两个子太好处理了，不好站。这随便这一拐冲，这两个子都掉了。这个你站不动，这个你想这个怎么站呢？你要贴我这个，贴我长走，我这一冲你就对都招架不住了，冲就冲花了。是的，就长几个这一冲你就已经不行了。嗯，所以这个棋。你要这样的话，那就十月这个力量太大了，根本你这个这不是对手。嗯，这个选择场合也不对。对，黑棋这样不行。他看起来他刚才点了这一靠呢是挺厉害的一种招法，但是实际上呢被白棋走到这个小尖了之后，小尖，对，黑棋挺难办的。刚才那个图是不行，那只能是走别的了。嗯，他走什么呢？他是往上吧？对，往上查。我们这个给大家思考一下吧。好吧，留点悬念。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地方黑棋有一些具体的什么好的招法啊。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个2016围甲主将战，由十月和李东勋的对局。好，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起小尖了一个。白起小尖啊，是搬了被连搬是不行的。对，刚才我们摆了那个变化。现在呢，他不走也不合适啊。嗯，所以他是长的啊。对，被这个时候搬。搬粘对先手，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你看显得是黑棋比较恶，是吧？这个棋段正好这两个交换是比较恶的，所以呢，白棋在这个时机选择搬粘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就干脆硬吃，把你这个吃了。那现在这六个子全进去了。对，他把那几个就吃掉，转了这面气那面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狠的下法。比较狠啊。那既然白棋这已经得了一大把目数了，那黑棋那边得想办法，怎么把对再补回来是吧？对啊，这个棋就是已经死了，你挤它就粘上，这个都没有气啊。那么下面就是黑棋啊，关键你这个棋啊，这块棋你还得不能那个什么吧，还不能那个不走，还不能不走。这黑棋接下来我发现这个棋形啊挺难下的，如果你只是跑过来那边一走，这块棋还没活。对啊，妈，如果说现在比如说黑棋拉回来，那跳起来了，跳起来是吧？那好吧，那就跳起来，跳起来也可以。是吧，这觉得好像这不这这这个走了半天，这个有问题。黑棋所得不大，至少是。对，这个挺大的，这个吃了之后，这底下本来压完了之后打吃有个跳，主要是你压了之后他吃，没压那个他可能还不吃。那么现在这样下，你既然压完我就干脆给你吃掉。这个十月下的也比较狠。现在呢他是走的搬这个，那个还不能被他跳起来。搬一个也很大。然后你冲了他就给你断，给你这么作战了。这边肯定是要动力了，要不然这边损失没法挽回了。对，现在黑棋就白棋是走的这个。对，干脆弃掉了。他已经下的一个就挑一个很简明的下法。他把角给你掏掉，那比较狠，这个下的比较狠，比较狠。看中目，假如说是这样啊，刘老师，哎，他能不能冲呢？冲他断了。这觉得是不是这个下法？不满意打吃，打吃他会走这个这接下来都说再打吃吗？打吃他会这样，好像觉得挺俗的，这走完了还得补回来，他就给你反正硬拼这个。对，接上他可能是这样。打住。对，可能是这样，这种下法吧。但是这个也不是被他吃掉。这个目也挺大的，看起来。对，那看起来实战的白棋的选择还是挺有道理的。白棋也许还有更强的，但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别的动脑筋，直接实惠就这么走。这样走，黑棋就当然是粘上，这黑棋就没有再跟他，也只能粘上。他就粘住了。他把这个脚给走得太实惠。这个白棋呢，他是想什么呢？他觉得在这儿啊，落了个先手也可以。这个棋是个先手，他把脚给拿掉。苦下来，对，然后连扳，这个黑棋在走啊，不走打吃太大了，爬回来，黑棋也很厚，但是呢，白棋是先手，对，这个、他最最重要的是一个先手，这个棋呢，如果是黑棋得先手的话，这个地方打入，我觉得一直觉得特别大，因为两边都非常厚了，白棋呢落个先手特别重要，赶快补吧，他补在这儿，这个棋。这上面这刘老师，就这个棋形要攻击人家是应该打入的，打入吧，打入这个，我觉得挺大的。打入，如果说白棋拖过呢？拖过就给他吃掉，搬下来，吃掉，这个吃掉，你大概会这样。对，先把白棋的眼给他破掉，是吧？破掉，然后打吃，我粘上，这只能就这样也不小啊，是吧？你要拐我就断了。对，能断掉那还是挺合适的，不是从一路打，对，很委屈的渡回去。这个棋本身目就大，对，本身目就大，
一边走木，一边又带着攻击人家，这最合适了。这个棋我觉得挺大的棋，就这么普通的，就这么俗的就给他走掉。嗯，本身就是一个大棋。嗯，这个先手挺重要。所以呢，这个上面就白棋抢到一个先手之后，就赶紧补了。补这个至关重要。这个地方实际上局部啊，黑棋走得挺后，看似黑棋还可以，也两也是属于这个交换，有的白棋可能还不肯的。但是呢，他落了个先手，在这儿补了一个，全局来说他挺好，白棋啊实控相当，这儿吃的对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稳当，你这个后呢也只是后成点空而已。从全局的目数上，白棋不差，确实，这个应该说还行。嗯。这个地方啊走成这样之后，这个黑棋跳了一下啊，跳是先手，不跳不走不走这一点就死了，他不硬的点死了，不点就死了，这必须得赢，这是先手，然后又拐了一下，拐了一个。嗯，普通是应该是打了跳鞍从端子 啊他是拐一个，不是应该那样说，所以我刚才觉得吃掉挺大的啊，本来如果说这里活了的话，他打了跳还能看看白棋这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问题啊。现在他就没有那个什么打跳，其实打跳是这样，他粘线粘你走，他打完跳这一猴的先手，我怎么觉得还是应该打了跳，哎，他没有走。你觉得这样是吧？对对，木的是这样，从木数上来的，你白棋就是这个怎么收有点不舒服。对。白棋如果冲的话，他是不是要往上挤？渡过就渡过。哎，你要跨进来，我就是一吃那两个不能不要啊、哦。那就是这两个也太大了。哎，对。而且这劫财有利，什么时候有可能冲了给你打劫？是。嗯，哎，然后想这么想啊。那也挺、哎、确实吃了有点大，那也挺心疼的、嗯。对，然后他是拐的。他拐的，白棋就很高兴的飞了一个。飞了一个也行。那这里面什么棋都没有了，现在。这个棋也就是这个就走木了，开始走木了、嗯、对，然后呢上面小飞了一下，小飞一个、嗯、这个小飞呢眼见的是一步那个大棋、嗯、剩下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场了，别的嗯，别的还有别的是这个地方就这样被他就补好了，是有点不甘心、哎、不好了，感觉有点不甘心是吧？或者说像、嗯、那咱们能不能想点办法再收他一下，刘老师，比如说这个啊，能收他一下吗？这儿没有什么，这儿我觉得还好、哦、就冲一下、啊、冲一下您就唬住算了。哎，对，你冲我就虎，你说我这损完再那个不一样、哦、那就不一样，这倒还好、哦、你打入如果没有的话就没什么，或者你 那要打的话是不是打在三路狠一点，打入三路最狠、哦、嗯，三路是最狠的，你要是打的话是三路在这儿、哦、总想在这儿，即使他补一个都想往这儿走一个，但是走这个的话他可能会走这个，可能是这一类的吧。嗯，最狠最狠是这个，但是现在这样下嗯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行？他如果搬下来，搬大概就是这样吧。啊、哦，打吃。对，打吃。结实。对，哎，这样。嗯，我是断还是拐呢？可能拐一个吧。拐一个算了吧。哎、嗯。如果你要是走这个，我可能打你一下。对，然后再打了一粒。打了你再走你不舒服，你立走我还有小劫。哦，还有小劫。对，不是打完你粘上再打的时候你不舒服。嗯，大概就是这样。这样呢，黑棋可能会走这个。拐打。哎、这个定型，那个飞没有啊。嗯。这样也是一招。嗯。也是不小吧。就看白棋飞了之后，黑棋还是想在里面有所作为。可能白棋脱先，可能走那面了，他不忍心。但是就是黑棋呢，他又走那个之前，如果这个觉得不满意，你可以考虑走这个，点一个上面是掉一个，也是有的啊。什么我们看啊，比如说这个棋啊，他在那个飞之前，黑棋往这儿掉一下，你挡再冲一冲，这个交换完的差不多了，再最后走那个，再飞一下。但是他都不走了之后，现在让白棋走，白棋先动手，他走得更狠。你看白棋走在这里，嗯，哎，他不是
这个白起啊，白起走的这个靠一个，靠一个，嗯，这个考验的黑棋有点难受，因为你动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吃它呢，又吃不掉。嗯，你如果你在这上面吃它，比如说这样，只是这样搬一下，搬走这个不行。这个你只要这么吃，它就煎一煎也是活的，这一糊就活了。最简单，清楚，更别说它别的招了，嗯，吃不掉。对，而且吃活之前它会冲得你稀里哗啦。所以这个看来从上面扳住他的下法不成立，那下面扳他也会扳下去，给你有借用。对，你扳下面他会连扳，所以这个地方碰啊，嗯，是时机，这个搞得这黑棋有点难受。黑棋不知道做什么，就像现在这样的结构啊，就是，嗯，拆三的这个结构，一个高位，嗯，一个低位，就很多是用碰的，就一开始开局的时候也有用靠的。对，就像这种招法，其实大家平时就下棋的时候可以多想一想。他走在这里，然后跳在这里，十月这个时候啊，就在恰到好处，让他对方你先动手都来不及了。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只是跳在这儿，他冲啊，你如果这个被他搬一个受不了，你搬到他还能跳活，这个都没什么了不起。嗯，他那个但受不了，那个搬下去他是太大。嗯，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棋有点难过，这黑棋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对对对，有点难过，这个不好下。哎，确实是。你要本来我辛辛苦苦我回来半天，结果你轻而易举破了，围不着目，他很难过。对，这个棋，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黑棋啊用强了。嗯，黑棋用得很强，很手。他这个棋呢，我们看啊，他走得很。靠一个断一个，这是相当强的手。这真的这个时候用这个靠断其实不太容易想到，因为觉得啊，这白子都在上面，你怎么还靠断它呀？好像对，现在他都没有利用这什么点的刺，都没有弄，没有这直接靠断的，不见得。如果成立当然是最好了。嗯，但是现在呢，他这个碰到了十月是一个超强力量的棋，他给你下的招啊，你这个不成立，他来个更狠的，你要是这个地方一软弱，马上黑棋就成功。是，现在呢白棋打穿，现在黑棋吃不着白棋。嗯，首先你是这么吃我，这不行，这不行，这个邱老师多少，这个我下法太多了，对，不知道走什么了。直接争就掉了，争不掉也不行，直接争已经争掉了，直接争都争掉了啊。那怎么下都别说我这么横吃竖吃的，反正怎么都把你吃掉了，这个都不行，争都争掉，争不掉我还下法很多啊。那就先就这个都别说了，那你别的还有什么？只有拐或者尖也不行，也夹死了。嗯，尖这个啪一打吃，一蒸掉了就不行了。只有这个，这个最狠。打吃是吧？打吃最狠。现在对，打吃这个。黑棋打吃这个。打吃这个，打这个他会长，会长。长一个。长这个。那长完了怎么办？会长，会长。就是说，你如果爬，他能夹死你。嗯。诶。这个加死他是不是单加？哎，对对对对，我看在看这个。假如说这样，哎，好，爬回来，对对对，然后白棋现在跳加，黑棋单加，单加冲的时候再冲，我再冲，冲我看看啊，这个要这个就值得看了，嗯，这个可以，好像他只能提了，好像，嗯，那不行，这个一时半会儿不行，这样，嗯，哦，这个是一个下法啊。对，我们看拐吃这个，嗯，你只有长，你不长这个被贴了受不了，被贴受不了。那如果长一个不行，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底下跳呢？跳这个啊，嗯，那他这个，然后这个是要再加出来，再飞出来，再飞出来，飞出来这样，哦，但是这个我能把这个抓掉还是您觉得不错吗？想那个什么，想抓掉这个抓掉，我还是挺觉得很舒服坦。那白棋再拐下去吧。拐这个？对，要拐下去。拐下去很大呀。非常大，非常大。是啊，巨大。非常大。嗯。而他刺你一个。
搞得你不太难受，不活，难受了，这被刺一下难受。嗯，这个倒是一个那个什么，粘住，可能粘住，我估计。但粘住被他，那个漆有个加一个，可能黑漆还在斑粘。嗯，可能黑漆啊就，把这个斑粘。现在斑粘是吧？啊，很大吧，很大，嗯，是吧？很大，那面斑粘也很大。斑粘一个，这个又是一个，又是个变化，是吧？嗯。哎，这个把，我把它这个棋呢，就说这个棋是恢复到原状啊。嗯。对。这儿有个断。这儿有个断。现在轮到黑棋下。轮到黑棋下。一般容易想到一点的就拐打了，应该是。最普通。是。最普通。嗯。哎。他是走什么啊？他这个棋我们看啊，他实战是翻车。他是最狠的是这个，他是希望走什么的？希望你是长，嗯，对吧？我再走这个，嗯，长一个，这是最狠。但这接下来就不好办了。白棋下面走什么？白棋要断打吗？这断打完不走肯定不行，不走被他贴了，贴死，贴了扳住，嗯。你给我，你就不好办了啊、哦。但是现在这样被，如果走这个被他爬回去，怎么办呢？这个就不好办了，这个棋白棋不好办了。现在接下来就已经不好走了，你不管走哪个都 不管走哪个，这个作战不好下，是白棋要崩溃，有可能你那都可以死进去。嗯，啊，那就是成立了。嗯。这个棋呢，是这个地方是作战的最考验你的力量的地方。黑棋下的比我那个拐啊，要下得狠。如果成立，当然最狠。但是，嗯、但是白棋不会如他所愿的。对。最关键的是他不能跑，不能跑，不能跑这个，嗯、不能跑什么？你如果走这儿扳住啊，他这个贴你受不了。嗯。他走了一个最俗的，他是拐了一个，十月走的这个棋啊，可能让他出乎意料，他没看到，没看到。嗯，这个棋呢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提这个，嗯，如果提这个，他都打下去了，这搬一个，啊，搬一个更狠一点，更狠，嗯，直接把他脚都走的不活了。搬这个，他能搬这个，嗯，打吃粘上这个棋。黑棋麻烦，嗯，黑棋麻烦了，是吧？对，黑棋这个麻烦，这个、黑棋不知道走什么了。脚的，你要活都千辛万苦。打我粘上，脚这个脚怎么办？脚要活都已经很苦了，很苦了。嗯，哎，这个地方你给你拔花，我这个只要能回来，但是你这个脚处理，你就先给我吃不了喝着喝一壶、嗯。这个地方怎么走？哎，都不好走。对，所以这个棋呢，被他一扳。不知道怎么办了。嗯嗯，所以这显然这黑棋现在不能提，不能提，不能提。你只有一招，只有粘。啊、哦，粘呢？下面一拐是要我的命，我都会这个，这个我必须的。嗯，我得爬回来。这个必须的，没办法。但是接下来黑棋还是得爬上面啊。你这个扳受不了啊，啊、哦，这拐也受不了，你只能如此。但是这个呢，被他这一点，你走什么？这好像棋筋已经掉了嘛，看起来。一提我挤进去，嗯，不好办。那走别的也不行，走别的也出不去。你不管走哪儿都不行，顶一个人就先。就长就可以。就长这个。就长一个，他就不知道走什么了。啊，已经全死了。都死了。哦，对。已经完了。嗯。这所以千万不要跑，跑完之后，他你就再也抓不住他了。这个最关键是不能去一打上当跑出去、嗯、一作战一用力全都不对劲了，单猴打是最强最狠的招。对，这猴打是好棋，猴打是好棋、哦、俗，但是呢最有效，是个棋筋，因为这个是个要点，黑棋贴就完了，这个时候单猴打、嗯、黑棋不知道走什么了，棋被一扳就麻烦，嗯，粘也不行，粘就彻底更完，所以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他去走这个了，
爬回来，被他抓一个，天，亏了吧？这黑棋显然失败了，那还不如刚才拐打呢。不如我那拐打吧。对，我觉得还不如拐打。对，我觉得不如拐打，拐打走完再走那个，你夹不死我。嗯，那样是最有效。刚才那个拐打你不走肯定不行，被贴。对，你的长，我再走，你夹我有你这刚才那个二路夹的好受。那个棋我觉得可能是最有效的，可能是最佳状态，最佳的变化，最好的应法了。最好应法。嗯，那现在这个不同了，现在被他白棋踢了，这个地方中间这个下法使得说，当然这个吃没意思啊，吃人家提完之后，这个那个，这吃完人家一猴，这个没意思。这个棋走成这样之后啊，他关键他还不飞出来，他还拐下去。你看啊，这实战，这十月下的非常强，对，这个都粘住。主要这个二路加，接下来拐完了二路加，黑棋无法抵挡。他这个走的非常强。这个是最狠的，是黑棋会走这个。点一个。如果你走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招，加一套就行。这招棋是最狠的，挡不住，因为你挡了之后，他有一个断，怎么办？那没法办，没法。两边必死一边，三个子，你选死哪个吧？好，完了。对，这没法想。这一打一长，这完了。嗯。这不好办了。嗯。这就不好办了，所以这招棋这个加呢？是无法抵挡。嗯，那么怎么办？所以黑棋不能点这个呀。他因为有这个夹，所以他敢大胆的拐下去。对，这底下很容易做活，就是说。那看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的抵挡啊？那这个一夹呢，你只能是粘，只能粘，爬回来，只能挡，否则这一爬就死了，只能走这个。然后呢，白棋再一扳呢？这吃不掉白棋，嗯，这还不好吃。他这外面粘都是先手，还要冲呢。对，你说对，外面自身还有问题，就你就顶了，他就立啊，嗯，这本身这吃不掉。对，你大概是这样冲我挡，这里反冲一个你就受不了，嗯。还有说你脚上自身还脚上还有问题，白棋就这么下，黑棋也吃不掉白棋。嗯，所以这个十月下得很顽强。对，他在这个地方就抓住对方的弱点之后啊，就大胆拐下去，那个是个要点。嗯，搞得黑棋他有点狼狈。对，黑棋这个地方可能措手不及。那拐他太难受了，他是不能二路搬粘呢。这棋，哎，这个地方，可能我这个总结啊，那就是说，那这招棋啊，看似最凶，实际不如拐吃。对，是吧？本手还是应该拐这个。对，拐这个可能是要救这个的最佳。嗯，拐这个你大概你猴吃的时候啊，我要先不提，先把这个回来。等于放在这儿，我以后提粘你，等于多一个白子。这白棋应该提不着那一下。对，他提的话，多提一个子封到那边去了。对，多提一个子。嗯，现在这拐下去，你看啊，这个黑棋走什么了？黑棋搬了一个，搬这个，没办法呀，要不搬，人家活到底下去了。不，但是这个搬完之后啊，你看这招棋他怎么办呢？他就是这下就是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抵挡的。这招很讨厌。这招要不你就自己自补一个，那怎么啃呢？要么就搬粘，太难受了。对呀、啊，这个让他无法抵挡。这等于是让白棋先手，关键先手完了这一点你怎么办？那脚是金贵脚，这是个有名的脚，这是有教科书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金贵脚，金贵脚是里面一般是个打劫的概率高、啊。而且这个金贵脚正好是。很典型的一个形状，就算你加个一路班也是就气紧啊、对，是个打劫的、是个打劫。嗯，现在它是飞出来白棋，这个棋，哎呀，这个跨段也不行啊，是吧？跨段的话，打劫的话也不对呀、啊。哦，是吗？跨段它是不是？
如果说现在长，对啊，它长出来，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它长出来这一拐就拐死了。说的对，如果冲吃它几打，只要长出一气来就可以了。说的对，这个棋就完了。这不行，这完了，不是这个棋就是封不住，画不断，这一长就黑棋就死了。对啊，就没得跑啊，没有的跨断，那这个太惨了，跨不断，那封也封不住，封不住，他走了一个这个，是吧？寻找别的出路，对，哎，然后白棋又加了他一下，比较狠吧，比较狠，嗯，加一个，他是拐冲了一下，冲一个先手，这是他的，对，然后又粘回去了，粘，白棋更狠的走这个，嗯，这个是吧？冲一下，啊，再顶一个，顶，这个就挡住，嗯。白棋这个搬粘先手啊，嗯，还是这个吧，先点的，先的，先，我怎么觉得先点的那个？他搬的，啊，搬的这个，搬的这个，对，然后黑棋一看这拿他没什么招啊，人家这脚上一立先手，不是他这个棋啊，他粘的时候他没有退，哦，他先点了一下是吗？哎，对对对，先点了一下。好，我们把次序给大家摆好。好，他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点，他点进来，太狠了！不走他就紧着气，一紧一走一紧气就死了。嗯，没办法，还是要走啊。这是个这是常见的型啊，打劫打劫型。靠，这是眼见招是要走在这儿，然后他退，太狠了，他把这个冲了。这脚让他补的都补不成进活，点着一下已经便宜了局部。对，嗯，然后呢，他走顶挡住。白棋搬了一个啊，对，这个时候黑棋看看实在是也没什么好下的，他走什么了？他走了这个搬，对，嗯，这个棋不对，嗯，要是我可能靠断了再说了，哎，靠断了那刷气再打劫，当然也可能不行，但是现在去走这个挡住，脱离主战场了。然后被白棋是不是就走这个了？双住了。对，白棋双出来，这脚上金贵脚是一个很现实的打劫。对，本来我跟靠断呢，里面还有点变化，现在被一双这一走，他就跟着走，这边有扳断的，还有，嗯嗯。现在黑棋是不担心了，他是忙着走这个，这个当然很大，以后拐下来打拔先手，嗯，是吧？他是走的这个。他把这个顶了，这个是一个常规型。嗯，搬一个，哎呦，这个棋啊难受，这个难受难受难受，为什么难受？如果你挡，这一打吃一棋啊，这打进死，这样死棋，这个是个典型的这个叫教科书，这是个刀把舞。对，你粘上是个后手死。他只要我对对，他只要跑出去就行。哎，对对对。而且就算他不跑，你跟他杀棋也杀不赢。这个是这样，这是一个，哎呀，这个棋让他难受，使得他搬的时候啊去做这个。这个棋呢，就是说，他走在这儿啊，这个地方，他弯了一个是吧？弯了一个，哎，弯了一个，这样呢，就是说。你立是双活，你爬了扑呢是个打劫，嗯，紧气的打劫，嗯。现在白棋呢，他形势好了，他也没有去直接打劫，他走的什么呢？下的稍微可以保守一点，保守一点啊。他搬完了之后，搬完了之后，哎，这个然后回手点二二。当然，粘上挡下那黑棋不好搬，啊，他是爬回来，他把那个他爬回来，爬回来，爬回来，把这个交换吃掉，下成这样，下成这样。嗯，如果你断的话，他啪啪啪，这都是先劫财就爬进去了，这都是劫财，中间打吃全是劫财，劫财那就不行，所以黑棋就得补，如果你补一个，嗯，他在中间飞一个也活了，对，补在这个地方，白棋，嗯，是吧？他是走的什么呢？他也没走，黑棋是走的，黑棋是不是走到这儿？点一个，点这个。他要要挟一下这个白棋这块棋，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确实已经很不好下了。这个时候坏了，这个时候黑棋不好办，嗯，这是不好办。嗯，
然后把起来还趁势去把它把这个爬掉，这本来黑棋拐势的非常大，因为拐完之后打拔先手，对，是吧？嗯，这手一个拐呢，直接双方、嗯、那的后薄差很多。这个，嗯，那么白棋又死抢了一个这个，这个棋呢，应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一断，他一爬，砰，劫顺手这儿还有劫财，他劫财又打不过，嗯，也不好办。那么黑棋走什么了、嗯、黑棋他并了一个在这儿，要求把这个白棋的眼先破掉，然后把这个扑了，这个扑等于这补了啊、哦、但实际上这个棋啊，你要补这俩还别交换算了交换完了去补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嗯，他走这个的话是不是担心白棋虎在这儿，然后这儿要破他眼啊？这个不明白。嗯，这个棋我觉得单走可能黑白棋如果虎的话可能还是个正常的、嗯、现在等于让白棋走，白棋就不走这个了。嗯，那白棋压了两下，压这个，嗯，然后又大跳，大跳呢黑棋飞，他又压一个，这一看被搬过去还是不行。这个棋下面是有一个眼，铁眼，对，一个铁眼，有个铁眼、嗯、它中间只要有眼就行。嗯，然后黑棋长，这不行了，白棋又靠了一个在这儿、嗯、哎，这个棋就是说已经不行了、嗯、这是最后一手棋，哎，已经不行了、嗯、这个因为它只要一个有眼，这只要回家就行了、嗯、怎么着这个白棋是没有危险了。对，嗯，整盘棋看起来石越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不，这个黑棋这下得不太好，这个地方被弄得太难受了、啊、一个大角最后没有目、嗯、这人家这个地方都没有目。对、哎、是，觉得这李东勋呢好像整体看起来这盘棋下的不太发挥，不发挥啊、跟这个石越看来石越的力量还是很大，确实比不过石越这个力量。嗯，好，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执白的石越呢是中盘战胜了李东勋。好啊，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